学生手里拿的 New Bra 看似简单，但里头却大有学问，因为这可是融合精华液在内，不仅可以当内衣使用，还可以当成胸部的保养品，穿在身上就能同时保养。这款胸膜来自学生的创意发想，让人惊艳。它这个穿起来还蛮舒服的，而且我觉得它很方便，因为它可以就运用在无袖美容上面。然后我用的时候啊，我觉得我非常皮肤非常的紧实。市面上现在看到的美胸产品，其实大部分都是局限在居家的保养。然后大家如果用到美胸产品，可能都是只能就是关着房门，然后在家里这样用，然后就觉得很不方便。然后我们想要开创一个，就是现代女性可以很勇敢的，就是很勇敢的把保养品穿出外。然后所以发想了一个这样的胸膜，希望我们可以就例如说 OL 他们在很干燥的冷气下房下，然后他们一样可以在午睡的时候就把胸膜放进胸部，然后就进行保养。宏观科技大学妆品系举办科技组毕业成果竞赛，验收学生四年来的成效，当中这组 New Bra 胸膜作品特别吸睛，询问度也最高。研发团队表示，锁定粉领族午觉美容的潜在商机，才想到将胸膜与 New Bra 二合一的创意概念。我们的美胸的 New Bra 跟一般 New Bra 的差别是，一般 New Bra 的细胶只是一个粘着的一个性质，那我们这个美胸的这个 New Bra， 我们是用医疗级的这个细胶，然后混合我们这些美胸的成分，那这些成分呢可以达到这个就是增加胸部的一个紧实度、弹性还有美白的一些功能。老师也提到，现代男女都重视美容，因此市场商机十分庞大。藉由毕业展也邀请多家厂商前来，除了让业者能看见学生的创意，也有机会争取一起合作，为学生开创工作机会。记者周慕慧台中的好报道。